嗨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吉姑娘咪咪，我是吉姑娘阿姨。今天我们要来拍下班玩什么系列？那我们今天下班玩什么系列要来拍什么呢？超认真家务大挑战，500元的家务金哦。因为最近呢，咪咪跟阿姨有发现一间新的新开幕的，也是假零食，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活动是，只要你可以夹满一车，那个车就会让你带回家。我跟阿姨今天目标是要把它带回家500元。如果我们挑战没有成功的话，希望观众不要笑我们哦。我看看花絮会不会我们自己加码把它填起来。老规矩，在影片开始前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要追踪我们的 IG。那我们准备要来开始夹夹购。我们就是要先换钱啦。阿姨呢，我建议你在投钱之前啊，要开始默念。我今天要把车带回家，我今天要把车带回家，我今天要把车带回家。今天一定要把车带回家。噔噔，怎么办？我们没有亏钱，已经没车了。你看，你看。我们先讨论战略。我跟阿姨说，我们家在荧幕上面看到那个虾爪看到，看能不能把它甩出来，因为它爪子是往内甩的。他居然都把东西往里面送，哎，是实验的。这个位置如何？这个位置我觉得不是很 OK， 可以再过来一点点吗？这样。啊，再往前一点点，往我这边一点点。这样。对对对，试试看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下爪了。你下。再扫进去我也没办法了。是不是？是。那你觉得前面那个还有希望吗？还是我们就一个就好？看你啊，如果你想要再剪它的话就剪啊，但是不能夹，不能像你之前讲的那很死夹，你要薄夹，就是让咱们轻轻的那样捏捏捏 捏起来。这台就60哎。对啊，阿姨你想清楚啊。这样呢？离太远了。我再回来一点点，回来一点点，应该有，应该应该。哎，自己下去了。看，要甩进去有没有？阿姨叔叔，你侄女应该蛮喜欢这个的。那我就夹一个看看。好，看看能不能给她吃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叔叔，不要紧张，叔叔不要紧张。这个也是会内丢吧？看起来那个爪子样子应该是。那你要再夹夹黄色的下面那个，再过来一点点。好，时间到了。他已经在那个，他形成一个桥梁。夹这里一定会打下来的、啊，应该可以啦，试试看啦、啊。那么厉害！哎呦呦呦呦！哦，厉害！运气也是一种实力啊。你刚刚那么拽是怎样？骄傲哦！我的骄傲我自己知道。这个是多少钱夹到？30元。三十元？哎、是20吧？叔叔的记忆力有问题。20元。对，20三样，看一下高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什么，都是一些我没看过的商品。我也没看过。不过它包装很吸引我。难道就夹夹看啦、啊？是用办法。然后把这个包围起来，一个办法，他先夹多少夹多少。哇，这个角度我看不到你在夹什么了，换个角度。这好像有个磁场啊！我一走下楼梯就觉得我好像变得不会夹了。哇，这样没错，是这样。对啊，你要试看啊。试试看，这里拿不下来啊！哎，20块喽！你要不要试看看？我不要，这个我不要，不是我没有把握。我跟你讲，我好像，我觉得我离那台车越来越远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要顶到后面。然后整个堆起来了。哎，然后呢？对，要夹下面那个吗？对，我要夹下面那个。OK。阿姨，先要夹这个，哎，这个，这样，不要，你不要夹下面那个，对，再夹不出来，没天理啊！哦，那我们就没天理喽。你看，妈话不要说太早，我没有那么难夹、啊。换我试试看，换我试试看。哎，完了，我们距离一台车越来越远了。
请你啊，那台车是不是越开越远？对，开越开越远了。你是要拉后面？没关系，我想拉到你了。哎、欸啊，你这样子会想进去吗？好像很有希望哎、欸。对啊，你会有想要继续吗？最后十元好不好？你们每次都最后十元的、欸，最后十元就给你处理。好，我试看看，我试看看。我发现它机台的那个秒数都有点短，平均都十五秒而已、欸。那快呀、啊！这种的 JS 这种的新的爪子啊，是要是要后面一点吗？我想来，对呀、啊，不是不是再往前一点，对，往这边往这边来来来，这样爪子会不会短啊？不短了、啊，对了、啊、对了、啊，剩五秒啊，让它短了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你直接往右往右移嘞，往右，这样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，对，下爪，哎，再过去一点点，对对，还是下爪看看嘞，下爪，对。好夹了，对吗？包包夹嘞，这一台脱失了不少，我对它沉思了一下。为什么？走出去店外面，把它丢出去。这么生气？走，下一台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样是高级多了。高级多了，你看我的车。这整个都是空气到一个不行的，怎么这样？等一下，你在确认个什么？你在确认个什么？这个空气在给我确认，这还好啊。电话，哎呦，刚才转的不一样了。哎呀，好，我会放哦。啊啊！前面也拉不下来。我说前面拉不下来是指那里？那个可以了，我觉得我很有信心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刚刚那个爪位多正确啊！哦，是这样。突然信心回来了。如果是保夹的话，它会抓得很紧。刚刚那个是赛道的。啊、OK， 我们那是今天就是要这么赛，每一台都可以这么赛就好了，十块钱解决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啊，这一定有把握了。多少？因为。啊，剩十秒，等一下我等一下再讲，这个干话留着等一下讲。好，刚刚说的有把握是指把握在哪里？把握它在十元就出货。好 ，OK， 我需要是十元出两包啦，有没有机会？七试看看喽。好。阿姨锐利的眼神。哦，刚睡醒。好，我试看看，我试看看。有。包，哎、欸，妮妮说两包，阿姨就出两包、欸，哎，那你就说干脆说我出十包掉了，那没问题，我等下看你能不能出十包哦。钱花了多少？哇，至少200哦。我后来想想，捡宝战术还蛮下流的。我觉得还蛮好用，蛮实用。就在这里是想要夹这个吗？想试一下。阿姨，我想吸一盒那个 Oreo。你有把握吗？你要夹哪个位置？我要夹正门那个，中间那个。这个 OK。你看这走位，其实不太会看走位，我都是看表现。哎呀，动不了啊！它秒数又很短，二周吸一下。有机会，说不定。哎呀，你看。哇哦！有机会，我发现这个旋转极跳啊！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奥利哟！对，他就这样子，咕溜。进到我们的巷口了。侧边背的，因为在洞口了。背包，我觉得他已经在洞口了。哦，你说他就是他了，相信你。我先看一下，是快保夹了。应该没有，人家刚刚才夹完而已啊，你没有保夹机会哦，没有。抽中间呢，往前抽。可以试试看啊。好、哦，有它旋转的很，我们两包，两包，哇塞，阿姨发挥的哎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好好好，再一次，再试换前面，好、啊，下爪的很慢的，而且它下爪还会旋转，对啊，好啦，事实上告诉我们，垫好就要收了，做人不要太贪心，收，希望的，确定哦，反正这次战术是旁边那一个，好啊。四周一类似，转不太动哎、欸。来，对，
好，这样不用甩了，在门口了。没有，好，看你啊，看你啊。我们这个方向倒下，不要过来，自杀了。韩国的应该是对柚子爽。我相信你啊，这种东西只要是方块类的，就是有零零角角的，你比较厉害。是。OK fi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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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这次不推了啦。好啦，我这次就踢前面看看我到底吸到了什么东西。我不知道你吸到了什么，我刚刚是做了什么，我刚刚惊讶加害怕了。我加薄一点，然后加正的那一个，吸到了。这些都转呢、欸，会啊。好啦，阿姨没关系啦，奶茶就不要了啦。至少有咖啡。对，有咖啡啦，好不好？至少我们目的，阿姨的咖啡要拿出来，你没有拿出来，我们就要难过喽。还有红姐，那你要加后面那个吗？我加后面那个，一次出两个，看看能不能，好不好？一定可以的，来喽。我也希望你可以啊。欸、好了，我们有慢慢再满了啊，空姐下一个。OK， 走。夹他的头啦。我没有夹过，我不知道是夹谁的头。你看，超大的，有多大的啦？我不玩了，开心了。我再次许愿。好、啊。拿他老不到，他一勺拿他一个。对，我连鹿爪都没有办法鹿爪。对啊，你只会把它甩回去啊！如果甩，它如果夹起来的话，是往那边甩。对啊，要用杆子啊。太难了吧！我的战术就是抽中间下面那一包。好。我的爪子看起来很松哎哦，对啊，很松，而且很会甩的哦。可是说好的三包在哪里？说好的第一包，一包，我抽那一包，抽起来，试试看啊，抽起来，然后这里会三包，你确定？试看看。除非他那个线没那么长了，对啊，啊，整个卡住了，对啊，因为太重了啦，对啊，我赞助一样，就是这些香味了，好，好，我要夹屁股，让它往前滑，好。屁股夹好，夹满。哇！观众瞬间看到你失望的脸。有点哎、欸，有点失望。是应该夹头吗？或者是夹尾巴？没有，不一定对得那么准。那它有点重哎、欸。对，有点重。我发现你跟常青人有个特性，都要夹这个哎、欸。这还蛮实用的、啊。常青人也喜欢夹这种啊。阿姨秀个人最厉害技巧给大家看，什么叫做百家包百包？这个内行人一看就知道，说去逮的保鲜啊，一样的狼看。哎呦，随便然后 cookie 啦 ，cookie 啦，超逊的。那可是。在相对知道说这间店的老板是人很好，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夹在夹物的时候，有信心一点，然后吃这种鸡排，就是专门都是保夹的这种啊，只要投10块啊，就一定保夹的，一定出货，就是不管你会夹不会夹，都是要有游戏体验的啦。我们已经怕了了，龙凯大喜啊，我们要去装箱喽。
挞，虽然鸡排难夹了一点，但是那个蛋挞好吃哎。如果你在这边夹到累了、饿了、渴了，有冰棒可以吃，有蛋挞可以拿。那如果是夹到生气了，那很简单，直接走到柜台跟老板理论，说老板为什么那么难夹？这一场其实蛮是技术性的，还是是我不会夹，这是唯一的安慰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亲自带回家啦，要先跟各位观众说对不起啊，我们太弱了。我们会再努力的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并且追踪我们的 IG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